太可怕了，这就是商战吗？今天上线就能领取到36彩虹币，什么任务都不用做，直接发邮箱。虽然说是蛋仔害怕我们冬天了，冻到我们的心了，为了暖我们心才送的，但实际上大家看最后一条，皮蛋再次提醒亲爱的蛋仔们，近期警方疑似与以圆帽红包为幌子的网络圈套，红包扣手气，彩虹币全是心意，这直接就讽刺了圆梦的骗局，真是太狠了。除了这些，蛋仔的每个活动说来他都是明码标记，说获得什么皮肤就是什么皮肤，比如小灰灰不需要助力也可以获得，最多也就慢一点，活动持续到明年1月18日，足足2个月时间，时间一定够用，彩虹币天天都能领，进入乐园推荐和玩游戏一天就是6个，还有登录直接拿皮肤，10款随便选，我选了大灰狼直接就有了。大家最近玩了肯定都知道，全部活动都是明码直接送，没有套路，刚毅是真的真心啊，这还不够拿得下你吗？如果还不够，这后面还有2个联动盲盒，就是现在还没上线，不过也马上很快了，也是一样的免费送。如果有假，我和你们一起说，网易真的不像隔壁一样，它是一点套路都没有，不过需要大家在18日前上线，这么大的福利千万别错过哦。